陈果新片《三夫》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，首场放映后，导演陈果携主演曾美惠姿亮相。陈果开场说：“感谢大家来看这部简单的电影。”他说：“香港这些年发生很多事，知道的观众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不知道的觉得电影好看就行。”他不想解释太多。女主曾美惠姿在片中的表现非常大胆，陈果也当着观众正式感谢她，称两人的相遇是命定的缘分，如果没有她就没有这部电影。曾美惠姿则表示，能参加这部电影就很荣幸，因为表现非常出色。她一说话，台下立刻爆发一片掌声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电影可以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